鮑魚咧係海鮮嘅首選。呢啲咧係太平洋新鮮嘅鮑魚，捉咗之後咧，哇！立即咧用最先進嘅日本嘅急凍技術 blast chill， 15秒之內咧將嗰啲咧鮑魚嗰啲鮮味咧鎖住佢。刺身級真係好新鮮嘅鮑魚，溏心嘅紅焖鮑魚，鮑魚清蒸，宴客自己享用都係極品嚟嘅。